这是老铁们所望的大马力2404-N。看一下它的前桥哈，前桥是船进口的卡拉瓦运输前桥，看着比较细，采用了上开发动机，400升的加大油箱，双轮胎，胎油宝的，包括它的提绳动力。看一下它的桥。多大的桥？它这个桥半管很大，这个波浪形的阿波罗电控液压提升，半动力换挡，这是那个提升按钮。这都是独立的液压油箱。